大家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榴莲树啊，它的去年12月份放整流大粒丸的那个一个情况，我们挖开来看，看它有没有说烧根啊是怎么样子，我们慢慢挖，去年就在这里，慢慢来，那一挖下去都是根，这些，摔了摔了，这些是大粒丸了，它已经，你看它已经溶解完了，变成粉渣了。你看这些根系，哇，都是毛细根。对，你看，哦哟，这个是主根了，是不是主根？根系穿过是不是？也没有看到烧啊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些是去年来的大粒丸了。你看都腐了，都那个大粒丸都融掉了，但是这个根系抱着它穿过去，它都不会烧根。你说这个就是在叶子的水滴线、滴水线以下，已经根系已经全部长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就不担心榴莲长不大了。哇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根系，这毛细根出来，你说这个东西会烧根？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所以说。进口纯进口的大粒丸那是很好的，